米兰申北京时间8月26日凌晨2点30分 ,2018-19 赛季意甲联赛第二轮，那不勒斯主场迎战 AC 米兰。上半场博里尼助攻伯南文图拉为米兰首开纪录，下半场松索助攻卡拉布里亚扩大比分，卡列红助攻泽林斯基扳回一城，巴卡约科迎来米兰首秀。随后泽林斯基梅开二度扳平比分，莫腾斯替补建功将比分反超，最终那不勒斯主场3-2逆转 AC 米兰，取得联赛两连胜。第6分钟阿兰打门被多纳鲁马扑住，第15分钟博里尼头球回做，博纳文图拉弹射攻破了奥斯皮纳把守的打门，那不勒斯0-1 AC 米兰。第18分钟博纳为图拉连续扣过防守队员后传到后点，可惜没有球员包抄到位。第30分钟苏索和因西涅爆发冲突，第35分钟贾列红开出角球，埃尔比奥尔后点打门被凯西解围，第39分钟贾列红转身打门稍稍偏出球门，第49分钟苏索禁区内回传卡拉布里亚推射远角得手，那不勒斯0-2 AC 米兰。第53分钟贾列红横传杰列斯基推射扳回一城，那不勒斯1-2 AC 米兰。第67分钟那不勒斯球员开出角球，巴卡约科前点顶出禁区外，杰列斯基凌空抽射破门，那不勒斯2-2 AC 米兰。第77分钟拉科索尔特开出角球，巴卡约科头球攻门被奥斯皮纳抱住，第80分钟阿兰右路接队友长传下底传中，莫腾斯远端垫射破门，那不勒斯3-2 AC 米兰。技术统计数据方面两队控球率旗鼓相当，但是射门数方面那不勒斯多达24脚的射门数却是遥遥领先 AC 米兰的8脚，其中那不勒斯射正数就有8脚。 AC 米兰首发99G 多纳鲁马，2卡拉布里亚，22穆萨基奥，3罗马尼奥利，68里卡多罗德里格斯，79凯西，21迪格利亚，58斯巴卡约科，博纳文图拉，80 63库特罗内，8苏索，9伊瓜因，11博里尼，79 13拉科索尔特替补位出场，90A 多纳鲁马，25雷纳，20阿巴特，33卡尔达拉，56西米奇，91巴尔托拉奇，4毛里，77哈利洛维奇，那不勒斯首发，25奥斯皮纳，6马里奥鲁伊，33卢佩托，26库利巴利，33阿尔比奥尔，23西萨伊，20泽林斯基，7242迪亚瓦拉，17卡姆西克，63莫腾斯，5阿兰，24英西涅，99米利克，7贾列红替补位出场，22马菲拉，27卡尔内奇斯，2马尔考特，9维尔迪，11欧纳斯，19马克西莫维奇，特里奇斯，30罗格。